你帮帮我行吗？我的妻子她失踪了。其实她自己也背负很大的压力，濒临崩溃的边缘。她有太多的泡面，角色之丰富，层次之复杂，她有很多不同的状态，可怜、可悲、可恨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没发现是你太太一直在保护你吗？她不是。停，把这个画面放大。 这个角色很特别，很有挑战性。